夏兰花，我是真心的，这里给我。David， 你跪在遐啦？什么时阵不爱回来？这个时阵回来，是破坏我的事情是吗？歹势啦，我就感觉你这较温馨啊，那豪宅不温暖啊。姚明珠要讨的，分明就是林青王食鸟伊的禁锢。林青已经拢有做帮养兄的习惯，禁锢一定藏在帮养兄内底。即马干那剩帮养兄的首饰。喂，我是谁撞啊？我即马用你的指纹甲手机解锁，看你的 GPS 定位，你捌去过倒？安尼个人会知影，你到底甲青王食鸟伊的禁锢藏伫倒？我唔捌因为虾米代志哦，我感觉痛苦委屈。啊，不过今日David对我讲遐个话呢，伊只看我的声音，甲伊的表情哦，伊伫我头壳顶一直说，一直说呢。是讲你歹体谅这个囡仔，伊啥拢唔知呢，伊唔才甲伊讲遮尔啊重的话。喏，说起是这。我想要去确定一下，迄个证据敢有藏好好，安尼买到保护你啊。哎呀，卖啰嗦啦，说起寄给我啦，紧的啦。希望你不要骗我，别让我失望。Hello， 各位令粉，你们好，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王班员。紫薇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抱拳神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？到底要喝什么？快决定啊！你知道我喜欢少爷。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？学姐，你肩膀这么重，来，快把我弄掉！哎。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是看我没有。再给你们喝，吃坏肚子那很严重哎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都还没有出国，你别给我搞这个好事。或者是你找到了车子，结果他停在你后面。我装反了耶！哈？反正就有马丁过去了。